来看这题哦，他说2000人参加慢跑竞赛当中，小英排名第85名，求百分等级是多少？算百分等级之前要先算百分位数，百分位数怎么算？把胜过人数除以总人数，再乘上100%，也就是平均100个当中我赢多少个人。所以说你看这题也是一样，你看第一步先算百分位数好不好，总共几个人参加？2000个人，我跑第85名，所以说把2000减掉85，我是赢了这么多了，再除以几，总人数2000乘上100%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所以说你把它算算看行不行，把它除下去之后算出来是几？ 95.7%。 换句话说，平均100个人当中我赢几个人？ 95.75 个人。老师问你，那 PR 值呢？ PR 值要取整数，所以说把这小数点无条件把怎样舍去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你不能进位哦，好不好？无条件舍去，所以平均100个当中我至少赢几个人？95个人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PR 值是几？95 ，OK。